Hello，快点打招呼，好多人想看你逗逼，快点。Hello，拿花纸，拿开，拿开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娜娜，我现在去一下尖沙咀的崇光百货，我老公最近都放假，所以我叫他陪我一起去。其实我老公放假，我经常叫他一起陪我逛街的。我自己本身很喜欢逛街，所以我也喜欢买东西。因为有朋友叫我去看一下护肤品，然后又看一下包包，我也想买包包，我也去看一下。打招呼 ，say hi。笑死我了！我家来尖沙咀要多少钱？8.6块。哎，车费便宜了，我之前打过来要10.01块，今天8.6块。崇光百货，我要来买一套他家的。这些都很划算。好，两支原生液，这一堆全都是送的。买这个原生液两支，然后小棕瓶眼霜4540，然后送的，送这一堆，好划算。哦，蓝色生的呀。现在是这个的价钱，跟着这一堆是送的。对了，这个是货，中间最大支的两支就是它了。你应该这么理解啦，买两支最细。你有没有 label 啊？帮我签埋什么是什么？这样张相有的。这崇光百货人也太少了吧，对不对？做半价，不可能。免税店都才做6折，这没有活动了。你看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要去 SK two， 我订的东西到了。直接用佢咯。之后就唔使上水粉。你想水粉个定妆度梗系高啲啦，因为你全日啊嘛。上次打电话俾我，话要我嚟攞乜嘢，我唔记得咗。好，这一套好划算啊！我被这个瓶子种草了，2714，这么多，划算。这个好可爱。限量版，还有这个，哦，没滴着啊！啊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又种草了。来，帮我拎一下，老板，好重啊！我要去资生堂。没人啊？对啊，没有折扣，你看，现在才6点钟。下午6点钟，对面走过来那个是员工，不是顾客。Michael's MK， 我就想买个小包。你不要进来了，进来又要消毒。老板，回家谁煮饭？没人煮。没人煮，随便吃一点吧，吃饺子。今天又被我抓出来逛了一天，现在回家煮饭。下班时间的尖沙咀，人也好少。